奶奶们在这么轻快的乡土歌谣背后，其实秋秋秋还有它很深的含义在里面。那秋秋秋，瓜纳阿克泥穷，其实我台语好溜，一下子还讲不出来。好，那其实这是因为在勾诈时尊，那小孩子常会因为用这些有趣开玩笑的词句来调侃自己，或者是捉弄别人。那这就是一首字句简单的对唱式趣味童歌。那这是因为台湾早期社会生活穷困，物资匮乏。那不要说零食点心了，有时候小孩连吃都吃不饱。所以这个秋秋秋童谣歌词，其实就是脱胎于这种贫困的社会下的产物。那秋原本是指耻笑他人、不要脸的意思。那台语谚语中，秋秋秋美更小，是讥笑别人的常用语。那小孩子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也常会伴随着就是刮自己脸颊这一种手势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唱这首歌呢？因为当时排水沟或者是种田的水田里，到处都是泥鳅，很容易捕捉，所以才会劝爱吃鬼去捉泥鳅。那其中一条可以煮来吃，另外一条可以用来勾把揪。那为什么要把揪勾起来？因为这样就不会眼巴巴地望着别人的食物。那所以其实在这一种就是充满着童趣的童谣里面，其实是真的就是非常台湾本土的一个乡土歌谣，很能够反映我们当时社会下的这一种情况。